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君君，我是小莫。国庆出游回来之后呢，我们的衣柜已经乱七八糟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但是收衣服实在是太累了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准备了两个游戏：翻衣服比赛、换衣服比赛。输了的人呢，就要收拾我们背后这些烂摊子，同时呢，还要吃下我们准备的芥末香菜黑暗料理。好，第一轮比赛，我们准备了两个同样大小的真空收纳袋。待会呢，我们有五分钟时间，分别往自己的袋子里面塞衣服。五分钟之后抽气上秤，谁的收纳袋重量最重，谁就获胜。开始。棉衣，你就抢走了！你干嘛？我搞完了！我搞完了！上秤，小莫同学这一袋7.05公斤，再弄你，你又脚踩。我没有，我是说把它弄好。六，你输了。那你选一袋嘛。我肯定选这一袋啊。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是穿衣服比赛，分钟之内看谁先穿完。完了，你这件衣服我穿的真是个屁啊！这件衣服上那个。你可以穿我好多 T 恤在里面，刺激的我。哇，热呀！这些都是你的，这些都是的。为什么？这本来就是的。我这完了，这又穿不上了。你这怎么搞得很心疼啊？你打几遍算？不行，裤子你要穿。纸袋包，你口水，你只要扒拉不下来就行了。不行，内裤也要穿。那你翻，你现在不能穿，不穿吗？我动不了了。你是怎么穿进去吗？没了，我就一个头。一、二、三。我好热呀！我赢了吧？我赢了。我们数三张箭数吧，要不然。肯定是我呀！一、一、二、三、三。毛裤子的裤子。四、四、五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完了，我感觉我要输了。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我要输了。我没了。十五、十六。19，所以今天的赢家就是我，但是我们有了它，收纳不害怕。嗨，我就是刚刚的获胜者，然后后面这位正在收拾衣服的呢，就是刚刚的 loser。趁这位朋友在后面收拾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近入的这几款收纳袋。现在是换季季节，尤其是在广东这边天气不测，很容易滋生细菌。回南天的季节，就非常需要这样一款神器真空收纳袋，而且它的颜值也非常的高，是泰利宝可梦联名的这样一款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好可爱哦。大的呢，它就可以装棉被。小莫同学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知道。而且它这个东西，它是免抽气的，以前我们买的那种真空的那种，它是需要有一个抽气筒去抽气的嘛。这是单向阀门，这个抽气气阀呢是泰利他们家的专利，非常的方便。这种袋子密封起来之后呢，它可以防潮、防霉、防虫、防湿、防皱。重点来了，非扫描收纳袋上面的这个二维码，扫描之后呢，就会跳转到这样一个页面信息。收纳袋里面透明的东西是可以拍照储存的，对我们这种记忆力不太好的人简直就是收纳福音。最最人性化的呢，它还有定期提醒晒洗的功能哦，非常适合家居收纳，宿舍的宝宝们、上班族们都可以囤起来哦。这就是我们的终极惩罚，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手法，一个爱你的形状，然后我们把它盖住吃吧。是芥末对吗？哦，好惨呀，好惨，是芥末吗？好吃吗？怎么办？你要水吗？
大家好，我是小莫。大家好，我是晶晶。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给我们一键三连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